咋的，果果？啊，这小嗓门很低调啊。哦啊，你新娘俩，宝宝啊，让果果吃，先吃点。果果今天食欲不太好，给他多加一点猫条。你当姐姐的，你不疼妹妹啊？你让果果多吃点儿。哎，宝，而且你吃吧，你还不抬头，你哪怕吃一口，你串个地方。果果吃啊。宝宝，当然你也可以吃，但是你吃一口你就把头甩一边去，你不能一个劲儿在那个美食上面停留。一会儿。你这果果也是啊，吃着就不抬头了，你这宝宝也有点生气了。那 来，给宝宝给。都这样的吃，好吃的他就不抬头。我就希望你们，虽然不是双胞胎，但是你们是亲姐妹，同父同母，应该彼此照应，大的疼小的，小的敬老的。好像没小宝啥事儿啊，敬老的应该敬父母。好看，在屋里就很多孩子啊。我手机掉地，居然没把你们吓跑。他们逮着爱吃的就都喜欢吃，清水煮鸡肉，有点吃的平淡无味了。慢慢吃吧，两个小姐妹。我去看看别的猫去。